人民国中部队戏社团今日伫个校园进行成果验收，邀请全校师生来观看这个社团的成长和努力。那这些小朋友都是对布袋戏还蛮有兴趣的，那也是有的是从国小呢就有开始加入，那我们呢就招兵买马，然后这一群小朋友也表现得非常的杰出，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圆梦尖兵布袋戏团在下个礼拜的成果展演可以顺利成功。这个社团在顶学期才成立，已经吸引了不少戏的布袋戏学生来参加。那当初为什么加入布袋戏社？因为阿公是做布袋戏。阿公是谁啊？李瑞。台语剧本会不会困难？还好。为什么说？因为家里 也常在说台语啊，之后就习惯了。有人戏的布袋戏，有人是看到阿公在搬戏，也想要来体验。甚至学生自国小就开始加入布袋戏社团，一直延续到高中。你参加布袋戏多久了？国小四年级开始。那为什么会到国中还想继续参加？兴趣吧。那为什么会从国小就开始参加？兴趣。你从国小几年级开始参加？三年级。三年级啊。这群小朋友利用下课时间来练习，对这样传统戏剧拢是来自内心喜爱，因此真享受搬戏的过程和练习。因为这些小朋友都会牺牲他礼拜三下午的时间，那但是其实他们也乐在其中。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不同于学就是课业上面的学习，让他们去学另外一种的技艺。那其实像布袋戏是我们云林县还蛮独特的一个特色。那所以呢，趁这个机会也可以希望小朋友可以去学习这种技艺的发扬。在布袋戏老师指导之下，小朋友已经能完成一出时间相当久长的戏剧。虽然讲台语无问题，但是声音也是唔敢放出来。因此，校方将咧加强因的声音表情，期待下礼拜五一节有杰出的表演。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